小姨子洗的衣服为什么又香又白？就是这个小东西造福了很多老外。很多朋友问，这玩意儿应该挺贵的吧？我跟您说，现在厂家直销一件都不到一包牙签的钱。最近家里人身上一直长痘，后来我才知道，两个月不洗的洗衣机真的比马桶还要脏，细菌超级多。用这样的洗衣机洗内衣内裤，洗宝宝的衣服，真的安全隐患太大了。现在用这个新型洗衣机泡腾片，小小的一片丢进洗衣机里清洗15分钟，可以把洗衣机里所有的污渍，甚至是最难清洗根本清洗不到的角落，毫无保留的清洗出来，还可以杀死大部分细菌，让洗衣机变得跟新的一样。这样就可以用洗衣机清洗内衣内裤，比手洗还要轻松，非常的卫生干净，划走就再也找不到了。喜欢的宝宝赶快点击头像下单吧。上个月我卖这个东西，老有人不信，结果好评如潮，不信的人啪啪打脸。我真不明白你们不信什么，这次我又来了。不知道的朋友听我说，洗衣机使用频繁，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堆积了太多垃圾，这个叫洗衣机泡腾片，有了它再也不用请清洁师傅花冤枉钱了，只要放在洗衣机里加水搅拌，死角里的顽固污渍全都消失不见，还持久留香，洗出来的衣服再也没有馊味了。